没抢救。六十个本来是什么？抢救。六十个本来是传顿法嘛，让大众能够开悟。他传的是顿法。啊，以前的建筑啊，就是好难攻。先去做，那讲啊，存好心，做好事嘛，啊，行行路。他是以前都是说我们要往善方方向发展，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往善方方向发展，不然跟电视做方向是一样。可是这个顿法啊、哦，就是有它的契机的地方。那我们这几世人显出啊，那我说可以，总可以无生顿法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无生顿法，就是咱今天去学的这个心理学团。心理学团的这个讲解，都先生，那我们想到哦，我们得到是信与真传嘛？嗯。信与真传啊、哦，啊，为什么我们得到不是心理真传呢？哦，他说公司，啊、哦，那是以前。你要参这个哲学啊、禅宗啊，过去有些东西太窄了。哦，你讲什么？心里面的想法啊，或者印象啊，或者说那，比如那他在讲呢，这个处长讲的，他说啊，那些意识啊，那些意念，咱变了有好的东西意识啊，列于心里就变化出来。但是你藏心观那叫心量，你心量你看列了就难讲，但是意识要变得出来，所以那是一个心念的表达。所以以前在讲这个心哦，讲得非常透彻很多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是性真传，不是心理真传？所以禅宗他讲的说叫本心呢、啊，他不要跟这个心混在一起，他想说是本心，他多一个本质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本心哦，我们就要想说，我们修行或者说这个本心嘛，这不是性真传的意思了。所以今天让从前的一个学员。你的做嘛，比较讲，他的两步子对了，没错啊，静心念佛啊，静心念佛开始嘛，是站到那个境界里对吧？嗯，他不是说给你讲依赖克服的，他说打破底的后啊，我只能反复回本，不然爸爸没找到立马才都有，可是不做就看出去了，就像你讲的讲的，但这人无高的条件，还是讲你的根基无高也好，你首先。你比较施法，比较开智慧，还是比较点点的迷障，我们点袂开。因为大家一直在无迄个去点嘛，所以今天弃入六祖顿法，所以应该要悟入顿法。咱讲修，拢是讲修，大家拢都讲修来。但是讲修来，你要讲有没空间啊？各位心情这样抓到啊、哦？所以讲功德跟佛祖啊，这样是方便法。我们大家解释都看得很清楚，哦，当然想问，或者讲从老天爷他会益众生嘛，他空气啊、水啊，拢对咱蛮好的，他功德很大，他请老天爷功德下上课，人工几个做功德嘛，啊，老天爷功德更大，他在跟谁打的？没打他，因为他就是无畏的。无畏的这种无畏心嘛，一个是，就是咱平常时讲，替众生想，但是家己的利益无计较，啊替别人做代志，家己无想过，无讲利益个啦，无讲钱啦，你无讲钱，迄时哪有两块公钱在互你计较？咱若讲个代志，啊，你啊，无啥物物件啊，无啥物食，啊，泡茶啊，无单无，安尼唔去，啊唔去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讲块钱。对不对？都不好，所以讲，去防疫心嘛，你防得出来。你因为你有防疫心，你才做得出来。哦，咱讲做是无唔简单，你有防疫心，物较会提高吼，做了多关键。哦，老师嘛，点讲嘛，你一直做唔好关键。关键上天要加智慧，落袂起去，你必须就拍落去，落袂起。哦，这些就唔单只是有感情，或许拢有感情的，真相无。那有时候。突然间，那个智慧打开的时候，你就是马上接下来，要马上更新我契机。五行后的话，跟我们要观察天地，为什么？因为君子之道，大分无不分啊，汲取智也，察乎天地。所以，大家汲这个智呢，达到这个汲取智也，就是达到
出天地，跟天地互相印证，互相敬一会儿，因为咱人天地间嘛，人一直就是天地啊，所以咱人的咱大家看哦，还是工作迷迷糊糊，或者心不晓得疑惑的时候，咱接触大自然是可以得到一个疏解、疏导，放下个立场讲解。但有时候我们身处在一个环境，有人讲啊，环境很大，你要打一挂肥草啊，啊，我们是当大家欢喜嘛，还是种些盆栽啊，那也是一个方法。不过把外在的东西建立在内在，这是要一起努力的哦。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研究的哈。所以说，工资在不做，你才可能，拢是可改之责的。所以不免省，啊不免懵，啊不免蹲，因为你看那时候蹲蹲那个东西死了嘛哈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看法啊。还有就是或许特别说浅见的哈，就距西方十万八千里，不是用公里数算的。哦，我能讲应该照说。一时开始蛮多人接的，到说率先以及刚才人间一半，那如果这样子，天主师他下次还要56亿7000万年呢？哎，人嘛世界就对了，那厉害死了。所以佛教他们就是这样来攻击我们，天主师他未来还要56亿7000万年，我说哎，您这一块怎么没掉？不可能啊，我找到一个秘密的经文呀。所以我们不要被文字绑住，不要被这个数字给绑住。因为这个两是讲信仰甲讲自信的契机点，信仰甲自信的契机点，外边这个是108000米的契机啊。所以讲所谓的净土、心地、境界要看净土嘛哈，心地哇，心地、境界，拢是土地的，不像咱这咱这个是种种，这样土地。土字边啊，都土字边，都是可以种植东西的，可以克能量进去。所以刚才那个建起来，是一个可意识的很意识很仓库，我们是可以放东西进去的。但是你放东西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心跟这些契机的时候，那个东西一样是东西，但是你在作用，心在作用的时候就不会被它左右，你自信心就会造出来，就会把它。刚刚说很妙哦，其实不会的，真的有一些那种那方，我这东西一样是，我借的物件，写到一挂消耗起来，一千块钱啊，二人借的物件一点负担，一个禅师讲的，除了咱国号的疫情嘛吼，还是流感，你感冒病了，你酷酷上，你一定看得清，一定是国家的。你无少药啦吼，我可能中药。但是这些慢性病啊，高血压，或者说你一挂吼肠胃病，或者是挂什么脑血管上面，那种是咱内在病。内在病看药就不是非常有效的，一定是先调整自己的心念，让我们的脑袋慢慢的休息。我们脑袋不一定要天天不休啊，你看刚刚你还瞪过，这样瞪得瞪不能没劲，我们当。我这回事，让他修一下，修一下什么契机啊？你越修息，他们越契机，不听，那时候发现你不听不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休息，有一个方式让你们安静下。我之前给你讲，虽然讲一直讲话，来他跟你想，我就一想，他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啊，一定要找个方式让你休息下。比如讲去，有人去修剪那种啊，柏树哦，变成当。盆栽啦，哈，修盆栽、雕刻，或是说画莲花，那个莲花画墙上，那都是一个方法，让你心都静下来。那一看有一个感悟，记下来很条列结合。那记下来要结合花，你结合花，你后面可以记下来结合。你啊，长期拢无，长期方法拢无，安尼结合了，就是讲经过你结合了，给我到天地啊，你比较顺天地，你达到以前就是我好，因为那个以前是钱。你别讨厌噻，但是钱感觉更多困难，你的心理上的天梯吧，说的钱也更多困难。所以说，所谓的净土，不是讲地方干改哦，我家净土嘛，你想不净土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是心念关系，不是土地的划分，不是土地划分，是
是心跟境界的关系。所以说就是对自己比较准确的话是不理法，动动他业力影响才能得到印证。哦，啊，懂能听见共鸣，内外名册无一西方，既然是内外名册无一西方的当下就是净土了，当下也是七天啊，当下也是身体也是相天啊，都三生等一生嘛。哦，在这个324页有一节自信真佛记，好像是那个或者建立那个六讲那个324页那个经典拨开，那么自信真佛记讲得非常好。甚至在后面已经帮我们印证了，那给他给什么给他自信正果去骗去，哦，赌钱不要更需要，不行的就退不了，也比那平常时的那个想走的地方再不开，经济计划，哦，所以讲，那给他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哦，啊，这个东西都是。一起变的，可是亮或香，哦，也不是在眼睛呢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也不是在眼睛；睁闭嘴睛说笑，也不是在眼睛，那是内在的东西。哦，所以讲，只借我好比，借我出名出来了。啊，行光嘛是叫改变行光体，啊，行光真正有变行光，这个不能变的，无一变不变。你我都看到了，登堂入室嘛，那可能底下报嘛，登堂入室嘛，你入去看一遍，啊，问题就是我靠，哦，你们家人这三辈啊，啊，跟起来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密授是心理增长，哦，啊，弄得进钱的，你我去跪地看到吼，这啥？刚刚我靠，有没有东西啊？嗯，我这边有进钱的，哦，给我，是，啊，这边我这边这个地址呢？要是进入位置的啊，这个啥？这个轰轰，这个啥？西天之险啊！这个西天之险，跟东北天有东西，西天之险啊！他基本上，要不然基本上闭上，对不起，你全心眼的，无极，基本上是无极的，无极呀，拇指，你拇指。你莫急，那些我最近做了很在，我好些我心急了哈。啊，些莫急就是，你看无急的无急，是人稳在包里做正常，把质量放下，无急稍微高一点哈。嗯。无急跟咱他妈这个字，跟质量放了哈。啊，是为了荣华几千尺啊。啊，够那个无急是无急的，你无急我都能无急，你听过吧？哈哈。你说咱们这都是个心计吧呢？咱这仅说仅假说没有说是个心计吧？这个没计。所以各位请听啊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经典智慧如海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方式把它给这样解决。这个方式一定要找到，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信念的放纵哦程度跟说程度不一样，不然等到什么天地共振，这料过了几年了，后果就。你心里是不定，心上是定。啊，我们看板了，你都一啪啪，从剃头剃这出发，你往一直在，你心上是定。啊，这个时间长短我们自己要控制。啊，剃完也是方法，非常好的改剃头。啊，目前你忙过吗？工他以后对，要在生产要开很多班的，什么班他都要兼顾到，他后面的人也能够进，也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家里。但是我是干嘛工？一般的我应该从安全面讲什么更普及的，更普及。然后什么那个科学呢？不要那不是开始新车的，啊，所以从个人起，或许你建议一定要找一个方式，一点的方式我开始放心的，啊，你这大者是看你个人，你我感觉我摸起来等于点，摸起来有点大，等于点大者，或许实在是不是很建议的，你那工作。他们本身的认识跟那个摩羯今天的那个抓哈是会出问题的，不像抓上这样。但第三者还不是让我来搞我们抓，那抓不要出问题。啊，当然我们到时候并不鼓励带三者，这是一个说法而已。所以说，当外面的就单位在提升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提升。嗯。要不然那个也是个这么大干，现在这么大，他们的很多单位他们。
反正有时候我就觉得别说一些也够一够力，反正够力干啥的。但他讲的道理是我们都琢磨不到的。啊，一个关于 gay 呢，他讲的又是非常的心心念念心。啊，一个关于奸呢，他又不是真正一般道，不奇怪的。我们是自己生长的，就常在听他讲道理。但我们可以研究，但是像化学一样，马出个化学来，啊，出个比例出来，啊，一个回形来。但是我们可以跟他研究，不能够要保持距离。第三方大于那大兄弟啊，也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条目的，哦，啊，就开始问他什么对不对？他就简短的跟就以前有所过失啊，我们是绝对啊，多谢你啊，多多包容。谢谢，谢谢。所以讲咧，有当时啊咧讲，伫指挥班咧，啊，都听见，伊当时一寡见证。我讲咧，如果有一些可以见证的，就讲我求得到了后吼，有足大的启发帮忙，可以去突破那一种难关的，这拢算是当然做一个见证。究竟你引导哪里今晚有很多的方法，当然咱是同舟共伴，咱也感觉讲有当分享，希望大家拢分享，自己啦有一寡同舟大德呢，是不是都希望能够鼓励，希望都能够鼓励啊，大家一起学习，安尼讲讲，以上，最后呢，或许祝福咱大家，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华喜充满。圣万如意啊！感谢你们师尊的前大风，风大风，好，一起一班。下午即将举行三月份前大聚风，大聚风，大聚风，感谢你们支持聚风，坤大聚风，大聚风，三聚风，感谢你们支持聚风，一起支架。下午即将举行三月份前大聚风，大聚风，三聚风。持戒成功，持戒成功，众戒有我们之功，功大无功，再之功，三之功，持戒成功，持戒无成功，众戒有我们之功。哦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来，来。